印象所及好像锅子没号嘛，304，哎，真的有呢。这个304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常常拿这个锅来烧水啊，做汤，对不对？它都会变颜色了，这有没有问题？它的第一成分是三氯砂。令人担心的是，两个超过神的分子啊，把它结合在一起，在阳光或者紫外线的照射之下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分子的代号型。请那个吴教授帮我们测试一下，荧光，你要相关哇！邀请您一起参加五七健康同学会。